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是我第二张专辑，隔了五年之后的专辑。要跟大家说，我这张专辑呢跟第一张哪里不一样，就是我长大比较成熟了，而且我在抒情歌方面呢可以展现出不同的唱腔。所以呢要向大家说，里面有 Hip Hop R&B 都是我最爱的舞曲啊，然后还有抒情慢歌。在这边介绍说有一首歌非常特别的，叫做 Shopping。 Shopping 是来自于我非常爱的歌手叫做 Fergie， 就是飞机的影响，然后可以写出这个 Shopping 这首歌，是叫 Club Music 的曲风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那这里要跟你讲说，我陈嘉维回来了，我好想念大家哦。虽然五年都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，但是我跟大家说，我一直都在，我一直不停的在创作，然后努力的歌唱，就希望说有一天呢，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第二张专辑，然后在这边已经完成了我的目标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奇迹 Rene， 也可以在我部落格就是留言，然后我会亲自回大家的留言的，所以记得奇迹 Rene 多多支持，谢谢。